这个阴谋，甘比亚诶安尼，吼诶安尼，画等高的等高，尤其是这个月看那月车，看那几公斤啊呢吼，几公斤，这个月车啦，啊唔较顶礼拜代志啊，你讲唔是？顶礼拜吼，较摕着人的钱，咱捐款给因呢，安尼就随咧迄落。我咧相信是中国阿伯，吼、哦，伫阿伯咧运作，运作，这个是咧甲马英九下马威，最后咧甲马英九嘛下马威。咱看为着红毛代志，而且阿伯还阁有迄个货物吼，货物的迄个协议啊，所以中国开始有咧小可着急。你想，你看伫迄、那个马英九斗争王金平迄个时站啊，当开除王金平的党籍，啊，然后宣布迄个王金平丧失哈，无资格做立法院长，的隔天，林中生哈、啊，就是海基会哈、啊，海基会林中生就走去中国啊，所以。诶，伫迄当时，都甲中国讲讲啊，服务协议嘅代志，哈，阿边系做顺序啦，阿边系做顺序。所以整个迹象，甲马英九嘅动作，马英九诈骗集团啊，因伫迄当时到即阵，所有嘅动作拢看出来，拢是配合中国啊，咧做哈、啊，要甲台湾出卖嘅工作。所以。这个甘比亚，让外界感觉讲非常突然。其实，甘比亚虽然落后，虽然开发开发中的国家啦，极度开发的国家，而且是非常善的国家，但是因这个政府甘比亚即马这个总统，伊是军事政变起来呢，军事政变哈啊，然后。啊，经过选举啊，当选总统的咧，所以嘛，唔是啊，清清菜菜的人吼，唔是清清菜菜啊，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唔是遐尼简单吼，唔是遐尼简单讲啊，半暝啊，食西瓜反正啊，怎突然间啊，发配予台湾驻甘比亚大使馆啊，然后。公开宣布讲要甲人断交的，绝对唔是安尼，吼、哦！外交事项、外交事务绝对唔是遐尼简单，吼、哦！所以，咱高度怀疑，充分相信，这个内底一定是中国，啊，甲中国有关，嘛甲马英九诈骗集团有关，甘比亚一件外交的事件。其实讲是中国对于马英九施加压力、下马威，吼、哦。如果你讲你要赶紧啊，而且讲服务协议会作顺序，中国已经不耐烦啦，不耐烦，吼、哦，不爱搁等啦。所以外交上和你闹开，吼、哦，外交上你闹开啊。看你要安怎，若无时，可能阿伯刷落去，骨牌效应就出来吼。反正啊，南美洲五个国家拢同时宣布吼，迄嘛无一定吼。所以这个部分，人爱有所警觉啦吼，爱有所警觉。事实讲是大骗局，马英九的外交休兵。是真真正正的大骗局，吼、哦！充分证明这个诈骗集团是100%纯正的诈骗集团哦。所以，我咧讲过啊，顶礼拜我讲哦，讲蔡英文唔免对这个集团阁客气啊，吼、哦，无需要客气哈。这么弱的政府，大家阁咧吞论什么货？哈！我看到蔡阿东伫台湾院的表现，大家阁穿西装，表现斯文哈，新书。
有啥物心思通去表现呢？一个主管强强拢互相出卖，哈、啊，国家制度毋知的，伫伫万一伫国会假斯文，穿西装穿西米露斯文啦、啊，即顺即顺啥？无需要一顺啊啦，一顺拢假，咱看到民进党团、台联党团拢共款。恁带一顺什么货啦？蚊仔钉牛角，狗吠火车，一顺啥？因你徛在遐四五十分，又在恁，又在恁骂，骂到有路用，骂无路用啦。江宜桦行政院长，其他的部会啊，的首长，又在恁骂啊，又在恁啊。我要建议，阿伯啊，不管台联啊、民进党的立法委员，拢唔阿伯的集训，总集训，拢总唔免集训行政院长啊啦。宣布行政院长免上台，各部会的首长拢免上台，直接。一瞬马英九啦，用迄个非常宝贵的几十分钟，好好甲这五单瓜马英九诈骗集团所做的一再哈、啊，不管什么人啦、啊，大家拢重复去讲啊，无要紧啦。影片、图片哈，你看伊有迄个大荧幕的迄、那个显示荧幕，大家放出来。大家拢甲集选，而且甲定罪，甲马英九定罪，内乱外患啦、啊！而且到即阵为止，在野党还阁无半个人敢骂马英九集团是诈骗集团，无人敢讲，无人敢讲。你唔敢讲诈骗集团，无你嘛讲伊他们说谎集团啦、啊，贪腐集团啦、啊，贪腐哈、啊，今仔日怎啊？老庆洪小弟的厝，唔是住小城正个，结果咧，昨去挖啊，挖出来吼，有地下深吼，有地下多吼，直观，这种甲马英九关系良好的人，拢会当安尼，会当安尼，这种个总统混蛋总统混蛋集团，公开讲无要紧啊，在野党的。哈，一个斯文，一个无受气，一个底下咧假心思、假俗语，这种的政府，这种的集团，混蛋透顶，要挂落台，台湾有前途吗？所以，小弟认为，提高台湾意识吼，这民族意识还有啦，这外省宽贵，尤其一挂。结合一挂投机的台籍的政客，出卖台湾，为虎作伥，为虎作伥，个个拢唔是蜜啦，个个拢唔是蜜。啊，在野党受到最侪台湾人的人民的迄个寄托，对恁有寄托，恁哈长期受国民党中华文化的哈。迄、那个教育，大家拢哈脑筋拢转袂过来，也搁伫遐斯文哈，当一个西装互恁穿，恁就当作你家己新书啊。所以，对有在野党吼，真正爱好好检讨啦，好好检讨。今仔日台联的主席黄坤辉有发表声明。声明是真歹啦，不哩个，拢讲所讲的拢老套，老套啦。啊，马英九啊，甘比亚断交啊，哈、啊，是戳破马英九的外路外交啊，马英九的外交休兵是自找死路啊，等等啊，无唔对啦，拢讲了对，但是伊无够歹，啊，内底嘛无中心思想。台联啊，加强中心思想，台联的努力，咱拢有看到。尤其队伍服务已经
努力两个话位。最近，台派社团，他开始出来咧行，出来咧迄落哈，比如讲台教会，啊，出来行，我结果我甲看因的行程，行程是啥货？啊，去屏东，啊，下晡三点，今仔日啦吼，今仔开始哈，伫屏东，啊，屏东火车头集合，啊，然后十分钟的集合。啊！开始洗洗火车，火车站的头前的脑区，洗多久？洗四十分钟。啊，再搁倒转来火车头前，啊，然后讲半点钟的话，安尼叫做因咧宣导服务啦，宣导那个反对欧洲决策的服务协议啦。然后啊，明仔载吼，明仔载看啦要去新竹，后日讲要去台南，啊，拢是这种的行程。哈，啊，行一个，也一个旗啊，啊，也两个布条啊，啊，纸牌啊，啊，也一个，啊，行一个，啊，一二十个人，哈，啊，结果较侪咧，二三十个人，安尼行一个。台联已经做两个话位啊，台联伫这方面，沿路的大家拢有看到，做两个话位下乡，一四个咧去哈，包括当然这个吴忠信哈，吴忠信哈，立委啊，叶立委嘛，拢有去参加哈，所以拢有赶单拢无用哈。这种个努力，咱拢有看到。不哩个，台人爱加强中心思想。我所讲个中心思想，就是爱甲台湾民族、中国民族分落清楚，咱爱提高台湾人个民族意识。有民族意识了后，才有国家个认同啦。所以，除了对队伍政策的批判、甲宣导以外，我建议台人啊，加强民族主义、民族意识，哈，会加强吼这方面的迄、那个教育啦。伫咱这些哈的教育系统内底，无法度去教这个物件。台人有迄个心，应该好好落做。啊，加深，爱加深，这种的如果民族意识无出来的时，拢停伫这个负面的政策的批判。所以我讲，黄坤辉黄主席，哈，伊足用心，每一届有政策啊，有迄个议题啊，拢会发迄个新闻稿，甚至举行记者会，不哩个拢老套。小弟非常无礼貌啊，无客气。真正拢老套，所讲的拢是遐啊，呼吁大家啊，唔好去做啊，中共的马前卒啊，呼吁台湾的政治人物唔好成做中共的马前卒。中共为了逼台湾上政治谈判桌，推动足多所谓民间论坛来统战台湾各界，种种迄拢对，迄拢知，啊，较每一届讲拢讲遮，所以其实讲听了的野神。而且听了袂记起，听了不痛不痒，是安怎？欠乏中心思想，欠乏民族意识的中心思想伫内底。我感觉这个核心的物件，如果无建立，如果无加强，啊，人永远拢伫遐咧生意苦啊吼，拢永远伫遐生意苦啊。啊，好来。咱来歇困一下，超过时间，咱歇困一下，下半段再来讲。